我哋今日咧就嚟唱歌啦！系你，我知你跌落咗好耐嘅。系啊，嗱，我就当然系卖唱歌噶啦。咁你系卖咩噶？卖靓仔。我今日咧系卖嗰啲餐蛋面啊、奶茶。我今日都成个去卖茶餐厅杯咁样。我谂煮面啦，今日系嚟，可能喺度系咪？你哋咧，你觉得咧？公仔面可唔可以跌我打？卖菠萝个餐蛋面。菠萝油，唔该。系，唔该你。可以挂住食啊！玩游戏啦，你嘅游戏叫做80秒轮住跳。 每队所有队员要一边心数时间，一边接力跳舞。每人轮流跳一次。最后一位队员要喺认为总时间到达80秒嗰阵揿停计时器。如果显示出嚟嘅时间系喺79至81秒，都算成功。如果两队都唔成功嘅话，就以最接近目标时间80秒为之胜出。3, 2, 1。加油，四轮！ 90秒，90秒啊，都唔係好過分啫。OK 喎。紅隊準備好就開始啦。3, 2, 1。我宣布成绩啦！蓝队系90秒，红队系72秒，两队未能成功达标。总结：红队相差时间较少，所以红队胜出。好紧张，感受啊！少少開心咁，你哋有咩感受啊？多謝老師，多謝朋友，多謝樂小姐，多謝呢個機會我哋，多謝珍姐，好精準，多謝公司，多謝。